早起就甲阿明兄运动，我小，我们昨天都没有讲老婆的事情，我们长了好好的休息，然后林碧如的都没有聊到老婆的事情，不隐藏这里。一早就天气这么好，那张你不会掉？两个人临时关关嘞。哎，那个秘鲁哦，哎，进去，进来用。礼拜早吃早餐。赞。哎，弄咖啡。赞赞赞。这个是我们早起的早餐，有咖啡，有水果，有白煮蛋，有那个面包，很简单，五分钟就搞定。欢迎小朋友族群的朋友光临小屋。